大家早安。哎，我来到了静冈县富士市，现在的时间是7:15。要带大家拍的绝景是润井川龙岩渊。润井川是一级河川，那龙岩渊是之前摄影师都会来拍富士山与樱花绝景。然后也有很多哦，这边可以停车。我是先停 7 啊，因为我有消费，然后赶快拍拍，赶快闪人。哇，景色很优美，很多人站在河床上面拍。展望台を利用してくんないんだよね、みんな。然后也有人。也有人在吊桥这边拍，哇。润井川龙岩渊，哦，从便利商店走过来的老外，好，这就是润井川龙岩渊，跟着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，圣君老师带带路，神真奇妙。以上。停止录影。